姚公良，啊，我的名字。公是哪个公啊？哦，我头脑不好啊，没办法记一辈子。大叔，你的名字呢？哎呀，我来，你没事，哎，你这什么场合来？不行，我要把你们画下来，不然省省会忘记。排队。那好，慢慢去，慢慢来，慢来。排队啊，排队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坐前面？对啊，你可能常常会坐，所以现在的习惯。讲什么不吉利的话？偷东西打人刚刚还行抢。我哪有？我是警察，里头可能有些搜查机密，你这样抢还随便撕。目击证人就在你这现行犯旁边，还敢否认？ 不是开罚单，什么机密奖那么伟大？人家画像那头别论都艺术天分哦。哎，有没有考虑去摆摊啊？干嘛？我是怕到时候有一堆青龙白虎穿古装的，全部都跑来跟我要名字。我没说话。 干嘛？毛骨悚然。我在指认嫌犯。